大圣作社是为艺人，是我们的模范，我们特别敬礼他，成立大圣作社朝圣地。并历史飞龙作为纪念，为了光荣你，且为让更多人认识你。请倒数5、4、3、2、1，请宣布。当修女，还是你要成圣的路途上呢？你爱挖个大圣永生，大圣永生以前，伫我耶稣婴儿的时阵，安尼个保护、保护的唯有无微不至，而且他的保护，他的能力是很强大的。所以你若挖个大圣永生，安尼个咧保护、个咧专机会时阵哦，你一定也会得到很多的生意，连一流都会当实现的哦。玛利亚，一个途径帮我转达。现在我们要隆重的。